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说小奏鸣曲第一首。首先呢，这个哆咪嗦，看起来很简单的三个音，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渐强，因为它的音型是往上走的。等于说，你可以利用有点去推它的这个方式会比较好弹。好，再来，同样的嗦，请你换指四三二一。这个呢，咪是最高的音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用你的手腕帮忙带。但是，虽然说这个咪它上面有一个重音符号，可是你也不要这样弹，这样子非常的突兀，很尖锐，并不好听。请你要收音，收音呢，你就可以用手腕带拿起来。这句非常的长，所以请你做分句。比如说，你这样子去分。好，左手的部分。一开始这种伴奏一定要非常的小声。其实要弹小声呢，是需要去控制的，等于是说，你整个稳定性要非常的够，而且你独立性也要做得很好。注意哦，这里是用二四。然后大跳，这四个音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它等于是你的旋律第一次到了左手，所以请你要去强调它。这种重音呢，我们说非常多次，绝对不要弹得太直接。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右手，请你要做一个坚强，而左手要小声，所以其实一开始就不好弹喽。左手要去推它，这个地方也许你就可以考虑踩一下踏板，这也就是我说的踏板，只是为了让你强调这个效果，而不是去模糊焦点。所以如果说我们踩踏板的话，听起来会像这样。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就留言问我。就这样咯，拜拜。